来，我们继续复习。好，这个是你看上面红色 A，这些字都是有 A 跟 E，或者是有 AI 跟 AY，那他们的发音都一样，就是念 A，念第一个字母 A 的发音，A 就是念 A。好，比如说第一个字 VASE 后面的 E 不发音，因为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前面的 A 念它自己的声音 A，VASE，VASE。好，下面 seek 一样啊，CASE 后面的 E 不发音，所以呢 KAKS，case，case 柜子或盒子都叫 case，书柜叫做 bookcase，bookcase。一样，A 跟 E，所以呢，t，A take，cake，take，take, 拿东西，take a pen，take，或者是 take a bus，搭乘公车。再来，好，一样，A，然后呢，这边的，你看右边绿色，GE 呢，GE 念的是跟 JJH 一样哦。原本 G 是 GG 哥哥，可是当 G 后面有 E 的时候呢，GE 一起要念 G，所以是 age，年纪。啊，再来我们看这个 S，窗帘呢，因为都很多片嘛，有时候会挂两三片，至少两片，左边一片，右边一片，所以加了 S，这个红色的 S 是加上去的。它的前面有 D 二，你要先把 D 二融在一起，D d r d r d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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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r，好，一样 A dr A drape peep drape drape，好，那个 E 不发音嘛，drape，好，加 S drapes drapes，再来。零钱 ch 火车的声音 ch，好一样，好 ange 好 ge 后面的 ge 刚有讲到 ge 念的是 ch，好那注意哦，你看这个母音有 a，那后面不是有个 e 吗？好，所以这个 e 它的作用不仅让前面的 a 念 a，也让这个 g 念 ch，OK，所以呢 ch。ch，然后加上鼻音，change，颜料，母音是 ai，好，一样 aia，这个 i 一样是让 a 念 a，peep，a 配，好 n 鼻音 p，a 配 paint，paint。好，来，一样，AIA m a may l o mail mail，好，信件。我们现在的写信都没有用笔跟纸写了，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email，就是在网络上面直接一按，然后信就到对方的email，每个人都有个 email 的账号，好，email，以后你也可以申请一个 email 账号啊。可能你已经有了啊，来，再来，好，我们这个先把 T2 先练习。刚刚我们不是有个 D2，现在这个是 T2，好，T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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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次 T R R，舌头卷起来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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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r，好，ay 也是念 a，ay，a，tr，a，tray，tr，a，tray，tr，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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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t
tray，tray，tray，tray。好，我们再从头再全部念，很快念一遍啊。所以 a e a i a y 都要念 a。来，第一个 vase 花瓶，再来柜子 case，再来
take, age, drapes, change, paint, mail, tray. 好，结束。